的八点，不要浪费你的生命在你一定会后悔的地方上。九点，你持魔时候放下，持魔时候就没有烦恼。十点，每一种创伤都是一种成熟。十一点，狂妄的人有救，自卑的人没有救。认识自己，降服自己，改变自己，才能改变别人。